到现场了，大家说是不是需要给我们的两个宝贝也拉拉票啊，有一个精彩的表演，对不对？好拉不拉就这样轻易的把两个宝贝，你停一下大家准备好了没？那我们我先把话你帮我拿一下哈，然后那个合约呢，合约也要就放在这里啊，让大家看一下哈。那你们是不是？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准备表演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们就准备表演了，好吧？啊，还是怎样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准备啊。不用再换衣服了。我不用换衣服啊。就这样了哈。我就这样了。我表演的是我在内在的那种意绪，是外表不重要。好的。好不好？你的外表已经不需要再重要了，好吧？那谢谢，也要谢谢，真的，今天啊，大家花那么多时间在他们两个人身上，再一次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应该的。那我今天也非常开心能够见证这个特别的时刻嘛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把这个舞台再次交给妈妈和她的两个宝贝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好。再来精彩的表演。谢谢，谢谢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那就来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哎，你也说话，谢谢。好了，我画放这里哈，哎我啊表演哈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给一点声音听一下，声音够的时候，音乐就会开始了。好，来吧。Are you all ready? Are you all ready? Woo! Under Sunday, turn on the sun on the right in single line. Thank you.
Superman。 谢谢。今天来到北京欢乐谷的这个华侨全家剧院啊、来一起见证我们的这个华仔的两个宝贝，就是我们的安豆和黑仔的这个发布会。那在这里衷心的谢谢大家，也告诉大家两个宝贝已经正式的来到北京了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那么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安仔天地，来成为他们忠实的这个粉丝。